拿三条哈，一条红的，一条白，一条肉色哈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做啊！不听我，你快点照着外观做。哎。开车来吗？对啊，就停里面就好了。啊，我就停的，啊，我不知道。有两辆啊，可以停两辆。可以停两辆。可以停两辆。三辆不好，三辆不好，不好停。两辆是对，两辆。要看什么车啊？小车三辆可以。三辆，三辆。嗯，老板是同一个时间下课。对啊，八千嘞，差不多五十五公斤左右哈，八千嘞，你先看一下。然后肉色的都打到身上，剩下六十。你们可以先打，你们可以先做哈，有些同学已经。老师说同身体啊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啊，你们认为从哪里就从哪里、啊。哦，就收上去。你可以一个一个接啊。但是我直接三条就可以直接做出来。好，给接嘞。快，来，再。你们大家要这么感觉，老师说他要从身体开始做，呵呵，也可以啊，那我们头先做也可以。可以。那么可以。你到时候认识一下。可以。身体可以做，你可以先做。没有说你们不行，好吧？每个人做法不一样，做出来就好。好，还红色的，红色是生糖啊，差不多两百啊，两百五到两百左右，是熟了。差不多这带哈，十四公分。光碟回来一样，十四公分。公分的那个，没有，
怎么怪？怎么在折的时候怪怪？先不用折了吗？先十四公分。先十四公分，然后再胸，再胸了。按一样。这样才行。好，熊耳，啊，十四公分，好，这里把它绑起来哈。绑起来。等一下我放开。十四公分，熊耳十四公分，然后绑起来。对，好，做两对哈，一样，十四公分，熊耳，好，十四公分。好，肉色的，等一下哈，下面，你看，好，这盘菜没关系嘛，等一下让它吃，等一下用手把它。再吃啊！一家台币，一家六百，一家台币，一家六百啊！好，现在八公分，八公分，八公分，对，八公分。这个气泡是八公分。八公分。四十八公分啊，四十。四十，好，一个八公分，对，再来。等会儿。八公分，对不对？成本。好，八公分多。塞进去。好。来三公分。三公分。三公分。三公分很小，三指还是三公分？三公分。啊，三指。三指，三指。三指。对。这不是做这个的吗？等会儿。
它改料就没成本了。然后一个四公分，这个也四公分，往中间弄。好，白色的拿出来。然后是表来，衣服来。
啊，这一条呢？这一条你要来，你开这条。来，我看一下。这条按键拉过来这边，跟这里快。按键要拉上来啊、哦！对啊，隐藏版的就拉上来。然后，不是有两个熊耳在歌会吗？对。啊，这在歌会是要直的啊，这样子。你看卖更滑哎，更贴的。双子，不要走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出来。这很简单哈、哦。做一个两指半的熊耳。绕的是两个熊耳哈，绕一圈，最紧的程度，来绕一圈。不是这一条，我还得画细一点啦。我在哪弯？
好。对，你红色够长的话，拿红色的出来啊。熊耳，哈、哦，啊，再来的话，你这个什么？你得做两组两组熊耳，啊，再挑起再挑两组两组阿姐，两组，两组两组，阿大姐，阿姐阿姐，这熊耳，我看你熊耳我套住了。哎呀，往上的啊！啊，你熊耳套住这个呀？熊耳，啊，用熊耳的套，你安排你做哪张的嘞？安排一下呢，啊，塞进去，有。你有红色的吗？熊耳已经没有了，我另外再打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然后留拉过来线，它两指，再打一个熊耳，两指到两指半，打完之后打结。我不要了。所以你多了一个红色的帽子。好，就这样。红色，对，红色的哈，跟那个肉色的哈，肉色的就两指半左右，红色的差不多三指。都要松松。对对对。都要松开的。对。这个来多久了？后面都是靠白色来绕哈。老师，你说这个再上来之后呢？做一个熊耳，可是这要松松。这个拿过来。好，拿过来。你记得这个地方。
对对对，要要要改来，对。这边这个要注射干的啊，这个不是跟注射，你再来。要这样子哈、哦，看一下。我们这个弄完之后戴上来。对，戴上来之后。啊，戴上来之后。啊，还有一个你它戴上来。打一个这样。戴上来，跟肤色跟红色的戴绑在一起，然后白接你它的，我们叫。要收这两个，要先做这两个，之后白色才能收。啊，这两个要先做完。啊，不是。哎，啊，老师，你刚才给我弄完就丢掉了，没有啊？这个丢弃的啦。赶快三条就绑在一起。反正你是像那么多，然后谁，然后。
子哈。对，都变质，外面这样子就好了，都松没有都松。一个中二，一个中二，两个半。好。肉色的，肉色的啊，是吧？少了肉色的，那那边做肉色。肉色先不要剪断。早就剪断了。补啊补啊补啊！我想也奇怪，肉色的怎么少？想得太完美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两个都是最后才弄的哈，绑起来。你这个衣服的地方。哎，对，绑在，就是白色的从这边拉上来之后，啊，下一个动作，啊。就叠在那个纸上。对。
眼睛好了，我有这样。好。好，最后，我爱你，我会再想我的手机等我。别急停啊，那就结掉了，不用再整合了。不用不用，就结掉了。这是最后的，最后一条了。要先做这个，然后再做这个。那我们刚才是先做这个，对不对？这几公分，这个是先做这个。就先折掉了。就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先做这个，再最后再做这个。几公分呢？四。然后，啊，四，三，啊，四一个熊耳，一个三，拿上边白色，白色。如果你涂好之后，四熊耳三。结掉了之后，我们要先到补看，才能做做白色。用它结在一起，那是做鼻子啦，那是做鼻子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完了之后，打在耳朵这边。
两个熊耳都盖完了哈、啊。来，我开始摆两个哈，翡翠嘞，白色的。啊。是吧？一组三，两两组，三组。好，一个熊耳，啊，然后鼻子都拉出来，啊，再过来，再一个单曲，单曲，再单曲，拉，两个熊耳都盖完了，这里按键要运出来，运出来就做成单曲，刚刚好起来，这个熊耳再收。然后再绕圈圈。哎，对，然后再绕圈圈就完了。懂吗？懂。这么简单。就这样。上来绕圈圈，哇，那不对呀！苦啊！要差一点点呐、啊！爆爆爆爆！差一点点呐、啊！差这样哦，差这样，差这样咯，差这样，都行嘞，哎，差这差这，你跟我一样。跟我一样，这个要拉上，这个帽子。哎、欸，好老师。哎，哎呀，那你家这家这家老师，这老师的。对啊。你呀。看不懂啊，看得懂啊。Thank you.
那个壳太小了，传的像母红色那个怎么办？那个壳太小了，然后传的像红色那个怎么办？你要弄的话，你那双面胶。这个你要留长一点，留太小。如果阿妹留太小，会挖眉毛。哎呀，那阿婆高也低呀。比较够了。双面胶了。对。好在走路来的。啊？走路来的。好。那我们留太小。好，下礼拜。下礼拜加两件哈。双面胶。然后那个黑色的给它拿，黑色的就给它拿出来。丢的啊，这个要这样子。
帮帮忙。阿姆巴，你不然就回家了，就哪里去都没家。你都没家啊？你都抓到去新疆啊？对不对？好，到新疆啊，你都没家啊？你是小伙啊？超强的双面胶，对不？超强的。
两只块台湾呢，差不多就是这个。不喜欢。好了，完成题。好，谢谢。好丑哦。不会，到步骤来都不会很丑。好啊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做这个的话，就做这个。不错哦。你的手大一小，所以就。长短手。长短手。我这只不是坏的。我的皮压太大了。皮压比耳朵还大。我今天这个设计手一直破，这个都看不出来。就是要先会怎么折哈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好，这个是吧？俄罗斯的圣诞老公公啊，就是这样，到这里结束哈。如果有这个小球的话，八号的小球推出来，放在他手上，就好像他带了一个。礼物一样哈、好，那这个会做吧？会啦，那个是 Kitty 班在做的吗？圣诞小怪物。今天就。交这个哈、如果下个礼拜要来的话，啊、可能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小妹妹，娃娃。对啊，后礼拜要来不？
下个礼拜我们是用餐时间，他预计是到下午两点结束。啊，两点结束，如果说你们要来上就来上，不来上我们就停课一次。好看大家尊重大家的意思，好看你们意思怎么样？要上就上，啊不上的话没关系，吃饱就回去休息。因为早上已经十一点一定要上。十一点就到了，你他十二点上班，那边是十点到那个到下午两点，十点，他说我不用那么早去，十一点哦。你不要准时，你我那开到是较准时，改正讲陆陆续续，陆陆续续的人会陆陆续续到，啊，所以我们差不多预计我们有48桌一点哈，48桌哈，我已经空起来48桌那个，就是第一个后边，第后边不然，他有舞台在做。九千，他是不是讲两边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12月9号跟12月10号，啊，我们是12月9号第一梯次，然后最后一桌，没有，最后一桌是那个泰德，是那个初级班，一样啦，跟我坐住一起。是呀，对啊，做好要不一样，比较难。哎，那老师，你这个消掉，9间已经破掉了。好吧，赶快去拍胎拍照存证。班长，好，刚刚那个做是比较快的。
啊，如果你没有其他方法的话，就那。集合哦，我们先上去。还要多久了？在里面拍吗？今天，到今天。那你妹妹今天过来做做？她可能有过要事吧。没有的话就通送给别人。好吧，算了。哇，今天比较早，提早。妈妈，明天汤头拢赶快。你们提早下课，你们要提早，那我们也要提早。提早下课。已经做完了、今天就到这边。